不是李立写跟夏尔图哈，精心策划，我们同学就不会在那边相聚，真的要感谢他。其实再怎么大，你也是住那个地方而已的，所以没有用。说真的讲一下，电视讲的不是我讲的，你生一个小孩要老十岁呀，所以现在人很多不想生，不敢再回的要少，应该没有了。那这边的人要回。我们来了。